我心中依我一直心的不乱，去吃遐，你本当还是，我拖不到钱了呢。哦，你真敢呢你啊哈！人家问路吼，明仔就来化妆来开工啊，开工啊啦。你化开工？嘿啦。是讲今仔你要叫我出去分啊？你叫来谈啊？你想想的哦，我也是不敢啦。你哦，还是你分啊？我这我较习惯。做什么样你较习惯？哎，我做变形变的吼哈，我跟你讲。是啦，也袂晓啦。今日哦，算你好运啦。今日哦，你头一工开工哦，唔免开口的。有迄种免开口的？免。啊，你我就较放心，唔免唱歌，唔免讲话。咱只要手伸出去哦，要去遐排队哦，都有通吃啦。排队是以前叫咧排队，即马有咧排队哦。有啊。排队咧分的也有啊。你唔知？要好康。你当作哪注意了排队哦？即马就是哦，去电商，去单街大神人啊，一个讲。伊要吼做善事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不管落落汗去食，若去因兜一个人有一兜米，两两银头摕，大善人，嗯，一个真济，嘿啦，一个一兜白米，两两银，我若一兜白米，咱就煮食煮完嘞。当然嘞啊，你也知影嘞，这是哦，有人有分嘞，有气较有诶哦，算人头诶就对。你若无去就无啊啦，结果我若无出动。就无这个一刀白米两两，减一分啊！哎啦，说大拢来啦，免讲话吼，排队就好啦，排队就好啦。安尼，今仔如果残残，甲恁出来分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是照常吃，今日今日今日。